重现古代历史传统缅甸拳格斗技，如同罗马竞技、神鬼战士决斗般的无情与残酷。每个人都背负着国家的尊严与荣耀，唯有让对方倒下，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胜利。现在就请大家跟随着我们，一起进入这历史的画面。缅甸已经逐步民主化，并且走向国际，而我们是第二个将缅甸拳推广至国际舞台的国家。这项盛会不只是一场拳赛，更代表了民主与未来的希望。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爱惜这项运动，因为这是缅甸人的信仰与期望。祭祀开始，祈求护法神保护，格斗能够进行顺利。让我们给予最热情的掌声。刚才为大家表演的战斗舞劳威耶是用来就是感谢神明的。那这个战斗舞呢，又称为缅拳影之舞，它是为了凸显缅甸拳对于肘击、跳跃、膝击等等力技的重视。没错，拍打的手背还有带着校正的意味。拳赛结束的时候，合掌旋转，又充满了缅甸佛国敬天以及谢神的意义。好的，今天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 Jimmy， 给 Jimmy 大家好热情掌声。大家好，我是 Elvin 何佳莹，给我们佳莹一个热情的欢呼好吗？他也是我们三立现在目前的就是主持一哥啦，好不好？那今天呢，在此我们是特别荣幸啊，可以受邀来主持这样的活动。那我们特别也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主办人，他出钱出力，这个不遗余力，亲身投入，为了这个两国的文化交流啊，还有这个缅甸拳的大力推广，他是真的真心的努力付出啊。那我们大家也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还有欢迎我们的李佳龙李先生，掌声鼓励。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啊，还有几位特别特别厉害的，就是大家长。这么厉害，真的，他是谁呢？哎呀，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亚太基金会的董事长许信良许董事长，掌声鼓励。还有我们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曾次安曾代表，耶，你好。两位大家长啊，可是为我们这个活动啊，就是
尽心尽力的照顾及指导，也感谢有就是长官们的莅临，能够让我们这个活动更加的圆满跟顺利。还有感谢我们桃园医院卫生福利部的徐永年院长以及他的团队，徐院长，谢谢。还有我们现场活动负责人 Tony， Tony 哥，大家给 Tony 一个掌声，感恩。Yeah. 另外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由我们中研院吕教授特别邀请来了我们缅甸国宝级大师，他是谁嘞？嘿嘿，马来丹顿大师带领着他的团队，然后为我们就是演奏最正统、最精湛的传统缅甸宫廷音乐，我们也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好了，重要的时刻来了，对，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了，请你们大家跟我一起好不好？就是借我一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一起喊战斗开始，好吗？三二一，战斗开始！我们第一场的比赛开始，由我们红队代表、缅甸代表选手菲提哈。菲提哈是征战多年、经验丰富的选手，代表缅甸联盟迎战第一场的拳赛，让现场的观众感受一下缅甸拳的凶悍吧！掌声鼓励，让我们欢迎。朋友们，大家，今天我的密码也算失败吗？各位叫我的你让我一三十年没飘地哈，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第一位选手菲提哈。我们台湾代表选手邓定元，邓定元他是一位极限运动员，曾经赴越南修行啊，沉潜多年，只待一朝成名，要让缅甸知道我们台湾精神，不怕打，不认输，展现气魄，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掌声鼓励，欢迎我们邓定元，耶、yeah.即将正式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赛评。我们今天请到林家富林教练，林教练麻烦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大家好。那林家富呢，是我们国内非常著名的散打以及自由搏击的教练。那在凤鸣击击社呢，在他的指挥之下，也夺下非常多的佳绩。那今天由我们共同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比赛的播报。那教练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说明一下目前裁判对两位选手进行的工作？他进行看身上有没有带一些不法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缅甸拳是不戴拳套进行比赛的，那他们手上是纱布吗？缠手绷带。比赛正式开始。哎呀 ，Rekuna， 超厉害，非常强。台湾，啊，哎呀，超厉害，我勒们，哎呀，超厉害，哎呀，呀，变鸡妹，变叉妹。在路上拖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双方的斗志力都很强势哦。对家比，哎呀！手接呀，手接拖嘞！哎呀，哎呀！姐妹在路上拖妹票都很多吧，大会医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为第两位选手进行加油打气，大家鼓掌。哎呀，各位嘉宾，怎么样？努力啊，尽那七秒吧，怎么样？哎呀，带着个面，拉吧拉吧拉吧，把他们踢吧，怎么样？加速，拖的怎么样？哎呀，哎呀，演技呗。多阿美 ，1, 2, 3, 4, 5, 6, 7，我们大家一起为邓地人选手加油！拿到路亚瓦的，拿到一下到路亚喏。OK 吧，进入路喏。比赛结束。那裁判已经宣告胜负已定。你们先不说了，先呢，等到路，然后，啊，这是感人的一刻，双方非常英雄惜英雄。嘟嘟，阿古，好，第一回合胜负已定。那我们要邀请到，Let's welcome Mr. Una。He is the chairman of Myanmar Media Group, 缅甸媒体集团的董事长 Mr. Una, Una 先生来我们进行颁奖。来，我们来宾掌声鼓励哈。我们也感谢两位选手卖命的演出。OK 吧，怎么样？你不要嘛，你让我飘地下，别骂呢，别让我等等一晚。台湾路人生比较面的不要嘛，就你呀，起码呗，你让我飘地下，那也是多嘛的，怎么样？第一回合优胜的选手是缅甸的 Feel Diha， 我们恭喜他。我们也谢谢邓地人选手为台湾队带来精彩的演出。好个吧，怎么样？你不要嘛，那也是多的。票子一下也得的有压榨的，别给人多屏幕，别给。那票子一下选手现在以传统的缅甸拳战舞答谢各位观众朋友，也谢谢这个神佛对他的保佑与支持。
再次的恭喜缅甸的 Beauty Ha 选手夺得了第一回合的冠军。教练，可以请你总结一下这个缅甸选手他制胜的关键在哪里？他制胜的关键就是他很能承受抗打，而且攻击的力道也是有，还有腿法。OK， 所以每一次的拳脚攻势都有发生一个有效的攻击。